12-7啊，比仔咧就係贏咗泰國嘅。去到八字頭啊，都算係一個紀錄，應該係今日最大比數嘅贏波啦。咁啊，嚟到呢一場咧就係 C 組一場比賽咧，就係美國對呢個葡萄牙。咁啊，紅色衫啱啱接波嘅咧就係葡萄牙隊。咁啊，深藍色衫嘅咧就係美國隊。咁美國咧都好多係打呢一個美式足球轉過嚟打籃球嘅嚇。我相信咧，以體能嚟講咧，佢哋應該冇問題嘅啦。冇可惜啊，去到最尾五米線裏邊咧都做唔到個達陣。咁啊，睇下贏唔贏翻呢個地上爭奪球啦。出翻嚟個 rock 出邊啊，冇錯啦，出邊有幾位球員等緊嘅啦。再嚟個矮得啦，今次應該冇問題啦。咁啊，去到一號球員啊，霍建士。啊，但係見佢咧，即係跑到咧，真係熟曬氣。因為七人欖球賽咧，就每位球員啊，所以負責嘅範圍咧，真係比較大啲。一個轉身加埋 hand off 啦，避開咗一位球員，啱啱喺呢個五米線裏邊咧就攬低咗佢。咁但係咧就勝在夠多人咧就上嚟咧呢個支援啊。咁啊去到咧就七號啊，就馬里菲做一個大陣。咁啊，暫時上半場咧就美國隊22-0啊領先葡萄牙隊。美國隊都好容易改革啦，其實好多支球隊都係噶啦。美國隊喺上一站咧成績好好啊，打到決賽。係啊，真係令人刮目相看啊！睇下呢一場咧，可唔可以表現到上一次嘅上一站嘅威風啊？睇下佢進攻威力。咁啊，暫時咧就係葡萄牙隊嘅進攻啊。攻到美國隊嘅自己後場，即係喺細位咧。一個好窄嘅位置，你自己做咗個突破。呢個球員咧就值得一讚嘅，就四號嘅咧就尼亞。喺里斯本打緊球會嘅。set 咗呢個 rock 裏邊咧，佢望一望左邊假嘅，然之後走翻去細位，咁啊成功咧就自己咧做咗個達陣，好正啊！美國隊進攻，右邊有冇人交唔交？唔使咯，自己一個交，自己一個 hand off 咧，就已經可以咧避開咗對方啦。入球嘅咧就係九號啊，就舒偉麗欣。睇翻慢鏡頭，嗱佢喺佢右手邊做一個嘅，咁但系咧佢 hand off 咗自己對方嘅球員之後咧，已經係到咗達陣線啦。比數咧，暫時咧，美國隊領先17-5啦，仲有分零鐘嘅賽事，睇下可唔可以葡萄牙隊咧就追多一球。哎呀，好可惜墊低，想改變方向咁啊，但系就墊低。嗱，望多兩眼慢咧，就俾對方咧就係美國隊嘅球員咧拍低咗個波，即刻做一個反攻啦。球證話冇嘢喎，繼續喎，一個 hand off， 哦，應該冇問題啦。入波嘅咧就係11號啊，就係泰華亞斯。咁啊，傳咗過嚟呢邊入波咧，一間加踢嗰個角度咧仲靚啲添。咁啊，葡萄牙係啦，咁啊可以咧就係攞到10分。慢慢鏡頭，泰華亞斯咧將對方咧撳到咧喺地下，咁啊交波咧交唔到手啊，咁啊變咗做一個反攻球，一個 hand off 就插埋塊面度。咁啊，引開曬啲球員之後咧，就係個波就到咗咧，就係泰華亞斯手啦。咁啊，美國贏到17-10，睇下呢一球咧有冇辦法咧，係最後造成達陣啦。嗱，爭七分咧，其實就一個達陣加個加踢就得噶喎，俾佢入到波喎。臨門可能係未必係啊，未必入得到啦。冇錯啦，球星話向前跌咗波啊！係啊，臨門都塌 Q 啊，可以話可惜啊！哇，真係如果唔係咧，就搞和啦！好可惜啊！咁啊，自己啲隊友咧都走埋去安慰下佢啦。睇翻慢鏡頭啊，一個 miss pass 到佢手，前面得翻一個咧就守衞俾佢 hand off 咗，避開埋啦。
葡萄牙都真係好努力啊嚇！睇咗呢場波咧，因為咧美國咧上一站係攞亞軍噶嘛，亦都非同小可噶嚇。咁佢哋咧就幾乎可以追到咧係打和，咁啊最後咧就飲恨啊，10-17啊，都係美國贏嘅。好啦，我哋睇下 C 組呢度咧就係、斐濟同埋美國都係贏波攞3分嘅，葡萄牙同埋泰國係輸波，咁啊攞1分嘅。